Two, thre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one, two, three, 再次做一个单位 and two, three, and four, 从这个位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接阿里弯了 four,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ne. OK, 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进行往下去进行的一个内容啊，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练习的组合一个顺序。当我们到了曲棍球棒部，我们需要再次接一个扇位 ，four,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one， 跟刚才一样 ，two, three, and four。OK，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往下接我们阿里弯了啊，阿里弯的步子，注意听节奏 ，four,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ne, and two， 啊，往下面蹲着步。所以我们在阿里弯的啊，有问题或者以前有问题的，刚才这位同学一听他的这个语气啊，就说明跳过阿里曼娜，并且在阿里曼娜上面遇到过瓶颈啊。我的和女生要做的和两个人配合同时要做的啊，老师两人是同时给力还是男士先给力啊？一定是男士先给力，但是男士先给力这个点呢不是很多啊，不是这种效果，不是男生先给力再给女生，他要早于女生一步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啊？我们的这个力量是需要传导的，也就是说，我从这边到那边是需要时间的，明白吗？所以我一定是看微微的有一个先启动的那一方，然后两个人再同时去进行。OK， 男生早一点点，要去先给这个力，再同时去配合到达两个人的位置。 OK， 好，我们今天继续啊，往下讲一下阿里曼娜。好，我们先到了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的位置啊，阿里曼娜之前，也就是说扇位结束啊 four， 注意看啊，两位老师的位置 four,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 OK，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女部啊，姚光老师做了一个臂下转啊，连起来就是我们的阿里曼娜。男士呢，男士还是就一个目的，只需要把女生带稳。OK，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啊 ，four, one, and two, three, and four。OK， 我们只需要把女生吸收到我的中心，然后跟她一起去呼吸啊，先是吸 ，and 带她转动。OK， 我们现在有请啊，女生先讲一下她的位置。好的，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扇形位之后了。我们继续往下，两步 walk， three and four， 然后这个 three and four 跟我们的刚刚曲棍球步的位置不一样，我们曲棍球步上步的时候要对的是我们的行进的路线，就是你现在面冲，你的肚脐眼面冲到哪里你就要走哪里，这是我们曲棍球步，然后在小方框结束之后我们再去转动我们要去的下一个方向啊，这是曲棍球步。那我们的阿里曼娜的话，我要从这个并脚换步圆圈换重心完了之后呢，我第一个是还是依旧我的行进方向，但是我的第二步的时候我要去到男生的肚脐眼的位置，因为接下来我是在男生的一个臂下转，如果我还是按照我的行进路线 2,3,4， 好，这个时候女生和男生的位置就已经错开了啊，你们如果原地啊在家如果有这个舞伴的话可以去试一下，没有舞伴的话你们可以去试一下有一堵墙，但是你的手搭在墙上，你的人跟墙的方向不是相面对的，而是你在墙的外边，你们去试一下你的右边的这个胳膊肘是撑开的，现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要去到的是一个男生的肚脐眼的位置 three and four， 然后接下来 four, one, and 拍的时候我的脚会有一个快速的经过我的重量前腿 and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男生跟女生的这个信息合力啊，会有个呼应，就是同样的两个人去相遇再去发力的感觉，但是这个力量会比较的隐秘一些啊，大家可能要。在我们的这个双人基础这个程度高一点，同学可能对这种感受会更深。所以说，其实我们双人稍微延伸一下，我们双人是一个很有趣的啊，一个我觉得对于拉丁来说很有趣的一项互动吧，跟舞伴之间的，因为你不知道啊，你们两个能够创造出些什么，或者说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什么啊，因为在原有的基础上，你一个人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呢，两个人加在一起，其实很明显，一定是会更丰富。所以说，这个就需要默契的舞伴之间啊，不停的去这个练习，产生互动，有想法，包括在两个人不同的个体上去琢磨。OK，好，那我们继续到这个 for one，然后 and 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小的一个 twist 向后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 twist 呢，不需要特别大的一个拧转骨盆，我会有一个很。快速的让我的左腿有一个 D 类的一个位置，好，这个位置的时候，女生可以有一点点明显的像这个拐角的一个位置啊，但是不是真的拐啊，是有一点点这个拐的感觉。但是现在我的个人线条从后背来看，我是右边是有一个很好的挤压的一个线条，而且我的头和下巴要留在我的右边，OK。然后 to 的时候，通过这个 D 类的位置继续推动我的。骨盆压住前腿往前拉，and two，好的，所以这个 two 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的定点转是一样的，女生 for one and two 会有个反身，OK，会有个反身转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位置时候，and two，OK，two 的工作 two and。我把这个 two 拉得很长，所以它包含了 and 并不是只是 two 牌。OK，好，然后这个时候，男生的这个手臂的位置是要帮助女生。什么叫帮助女生？不是说很快的带我过来，no，他是不是说让他带我现在，而是他不能给我增加更多的负担。就是很多男生他会很有自主的意识，他会。去，他把我拎得特别高，我的手，很多男生会这个样子。OK，那在这个位置，男生的这个手的位置刚刚好过女生的头顶就 OK 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好过我的头顶。男生注意，只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把女伴收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收稳啊。假设她大或者她小，这个时候你都应该去积极的去做出反应。比如她大了，你就应该去吸收掉这个力量，它小的你就应该用一点你的力量把它带上来啊。好，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阿尔曼达啊，看男生的位置，four，one，and，two。OK，我们再去放重力以后，之后这个时候女生可以加快啊，男生一定要把它放稳，and 到这个位置，看男生站到了我的哪里，左脚重力，一定是左脚重力，为什么？的左脚重力要继续去往上踩地板，再去用我们的胯部拧转。我们可以这个时候看到两个人的手位啊，就在女生头部的上方，没有很远的位置。然后男生继续让自己的胯围绕着自己的脊椎，OK，围绕自己的脊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姚光老师再去做转胯的时候，我们男生的胯也应该有一个，快速的跟他一个配合。啊，下一步，男生的右腿继续往旁边看，搓着地板向旁边拉伸，利用我们带女伴转动的力量和左腿踩地板推动的力量，去完成我们阿里曼的最后一步 and 臂下转。OK，这个臂下转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转得非常快。姚工老师刚才也说了啊，我们只有距离很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转得非常快啊。所以我们再收回来的位置，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再去到达我们下一个需要去连接的位置啊。